啊，种着兰花吼，咱家己来慢慢慢慢来地啊，轻轻松松安尼吼，兰花会用哪慢哪唱歌。慢慢卖卖，咱布施啊，对无？咱较侪舒服，爱用钱啊，较侪嘛无要紧啊，唔免劳累又子孙啦。嘿，囡仔有囡仔福报，咱大是大人大人福报。较早是种白啊，民国79年看到迄电视讲，人种一丛玉兰花，讲摊三分外地啦吼，啊食五代同堂啦，所以迄阵啊，我才开始要种玉兰花啦。想要趁钱啊，咱囝才大丁三，后查囝两个后生五个咧咧，啊你讲五老公的薪水会过头领钱，月尾都无钱啊，啊咱来趁来补饭补，安尼敢袂用了？吼，对啊，趁量咱就用来补些。老公，伊永进高工老师退休的啦，所以我卖玉兰花的钱就用不到了，然后就靠他养我了。所种了啊，我都玉兰花有摊贩的时候，你卖钱，我都会哪欠哪欠安尼，啊欠啊都怎安关拢动安尼啦，啊都唔免阁甲阮老公提钱，关阁足欢喜啊！你也像我安做，你心肝拢足欢喜，你看我拢大家拢讲我未老，对不？有人甲讲啊，钱都要赚倒入去，拢要摕倒出。我远个摕倒出才好补啊，啊摕倒入来，囥也要囥大去，迄钱才较济，敢会食你哦？钱四脚，人两脚，啊两脚足四脚，足着。玉兰花，哎，你这玉兰花安怎卖？这一包安尼50块就好啊。即摆花较少，较无花个啦。哎，甲你买一包。好，谢谢你哦，感恩啦，祝福你哦，嘿。下载我就去华翔市迄家个迄地啦。一包50粒50块啊！卖完了，甲人接好个，我嘛摕去服侍啊，拜会降佛啦。好啊好啊，我是张信仪啦吼，啊，就是为这个环保回收车，甲遮做环保，因为民国79年的时阵吼，我听上人讲。咱用拍手的双手去捡粪扫，变黄金，黄金变爱心。所以我80年开始，我就从79年开始就咧做回收啊。这台车就是80年开始买新的，啊，拢去到处去做回收。石头，我就第一科种植啦，我咧带邱淑芬出来，阮两个在拍拼。石头、田中、田尾、永进，啊，搁园林、五乡镇，十外点伫载你啦，都哪做哪欢喜啊，哪会忝？你若唔愿做，再忝啊！你若欢喜做吼，迄身体拢足健康诶，我足用诶。啊，你知道？你看我前较当我拢，含迄小可感冒吼，我茶啉啉就好，我嘛免去食药啊。啊，早时做生意，下昼时啊，着做司机啊，做10多年啊，做甲大家拢老鼠社区啊，我目睭嘛无好啊，咱嘛做别行啊。我即摆80啊，我爱去耍，因为老公若不爱出门，我甲别人耍无趣味，所以我甘愿来做工课，做钱来做来布施。咱做事都真踏实。天哪，两天一次，啊，那每天都在向往那边做每天的啦。每天是不是？拢爱逐工爱耍是毋是？逐工爱耍。像即摆超到10月、11月、12月这3个月，较无花啊，我即摆就用走啊。咱厨子的工课哦，啥物都好做啦。较粗重、较艰苦，我都做起。咱厨子的工课，咱是咧偌粗重，对无吼？迄拢逐项嘛拢好做啊。所以咱家己工课也过爱玩，做厨子拢真欢喜，也真快乐。我真爱师傅啦，师傅上人吼，伊教咱做人道理啦。啊无咱戆戆，人家骂咱家哭呢，你知？所以我一摆厨子，我拢做甲少欢喜。所以你看我前孙都无病。79年进来，啊，都30年了。我拢未退转，啊，我拢天天都欢喜心。在困，我拢啊想想，我来职教哈，一个诶，装卡查囡仔，啊，搁国考毕业尔，啊，搁也嫁做老师诶，啊，搁会晓做善事，哦，我来职教哈。